当天是利息准备共享性。是看亚玲生作足生清秀的，所以你就对袂爽快。嗯，我之前敢若有听讲，你有要求要换护理师，是无？无啦，哪有这个代志？志成啊，阿说王小姐吼，伊是病院的护理师，哪有法度去外口做什么私人护理师啦？无可能啦，无得卡。张志成就是无愿意你的陪伴，唔再希望亚玲去做伊特别护士。这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你真正足好笑的呢，拢这么侪年啊，你还是母未清楚。在伊破病这么脆弱的时阵，伊还是不爱你陪伴。你真正足失败的。亚玲，你过来。既然张志成都安尼需要，无你就先去改斗三工。病医到时阵嘛会予你补贴，安尼好不？我无同意。你是偌无自信啊！一个甲阮阿姊生做少生的护理师，你都会惊？敢讲阮阿姊的死，甲你有关系？所以你心内有鬼。恁病院连病人都敢赶走啊？恁调用的护理师，我哪会敢用？我即摆就来拿钱，马上离开。张志成出院是无？好。那你叫亲戚部的人过来 VIP 的病房，给我整理清气，给我用上强的消毒水。我不希望病房留下迄个人的任何痕迹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病人的家属，我来接阮爸爸回去的。恁爸爸？啊、哦，你就是张志成。在外口偷生迄个查某囝，你是谁啊？你讲话哪遐尔歹听？歹种就是歹种。你讲啥歹种啊？你讲话啥做拢阿要恁伤害啦？我都会得失着你。你莫了准讲，你身份证顶悬有张志成，互你做爸爸，你着真正当作家己是陈平小姐啊？讲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女，而且，阁是一个未见小小三生的私生女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安怎安尼讲话伤害我的妈妈？我的妈妈都会得失着你啊！你是谁？做遐尼啊侪垃圾袋，阁惊人讲歹听话哦？我甲你讲，我是袁志甲袁勇的阿姨。